括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姿伟、市议员宋伟立、施伟正、郭美秀以及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郑文婷议员和中山区长徐雅文，一起跟着社区妈妈们在台上大跳鲨鱼宝宝舞，把现场气氛带到最高潮。中山区举行112年模范父亲暨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活动，由于先前受到卡奴台风搅局的影响，延后到8月8号父亲节当天举办，变成7个行政区中最后一区举行。议长童姿伟和所有议员以及区长一起大跳鲨鱼宝宝舞，娱乐得奖的模范父亲和好人好事代表以及家属们，成为7个行政区中最压轴也最欢乐的一区。父亲看起来很严肃，但内心的爱我想都是无限的。我想我们基隆的爸爸们都为社会为家庭默默的付出，就像证严法师所言，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，一点一滴的耕耘，让今天的基隆充满爱与希望。今天是父亲节，过去一周我们参与了各区的行政区的这个模范父亲与好人好事表扬，心中真的充满感动还有感恩，看着每一个家庭上台表扬三代同堂四代同堂，和乐融融充满欢喜，我就感到对基隆的未来充满信心。而原本7个区的模范父亲暨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活动，受限于时间的关系，都只有让市长谢国良和议长童姿伟代表致感谢词，但是因为市长谢国良临时有事延误，因此也成就现场的议员们轮番上台感谢父爱，等待市长的情况也是别的行政区议员都没有的机会。很高兴能够在这里献上小弟一点心意跟祝福。我想成为父亲是一个男人完整他人生的捷径，所以我觉得可以担任做爸爸呢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当然当爸爸不是那么容易哈，所以除了对家庭的付出还有另一半的体谅，我会陆陆续续的，包括机车口罩我们陆陆续续也在一直在进行中哦，还有老人的营养午餐也一直在继续。那在这里呢也不多谈，那美秀这4年一定会用我的行动来证明给大家看，你们投的这一票绝对没有错。那在此呢，我祝大家爸爸节快乐。我想今天非常开心来参加这爸爸节，那么以及好人好事代表伟立在此祝福每一位在场的，而且还有我们中山区的所有好朋友们，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。伟立在此祝福大家爸爸节快乐，谢谢。7区里面的最后一区，刚好我来了就可以把这7区全部拼图拼满，所以这是最好的时光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不中虾。跟大家报告，其实我参加这么多区，今天第7区，我从来没有机会可以上台来讲话。为了避免受表扬的模范父亲和好人好事代表等太久，先由市长秘书代表市长和前面几位受奖代表进行大合照，随后市长谢国良终于赶到，也让真正接受市长以及议长颁奖合照的受奖代表们直说很幸运。大合照完之后，市长除了恭喜所有得奖者，也向大家致歉。谢谢各位模范父亲以好人好事代表，还有非常谢谢我们童议长跟各位议员的参加。我想今天也是父亲节，抱歉刚刚有一些行程延误，祝所有的爸爸啊，你是最伟大的，祝你们父亲节快乐，然后感谢所有好人好事代表在地方上的贡献，再次谢谢大家，也谢谢各位议员，谢谢。表扬活动开始前，包括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市议员也都赶到现场，和模范父亲以及好人好事代表们握手寒暄致意，并且合照，但是因为赶其他行程先离开，也就没有上台致辞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